你爱记哦，会当让你这款七个人干人我尔，我爱你爱着我，永远拢袂离开我。Rubber， 你听起来很舒服吗？你的那位老师看样子真的很厉害哈、哦。啊，是啊。我这位老师哦，真正做有一套的，以后咱两个会当定下来。好啊，以后我们有时间就常常来给丽玲捧场啊。丽玲这么拿我们当自己人，那个林老师居然一直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越想越气。你说怎么会有人这么阴险卑鄙啊？啊，哎，好啦，别生气啦。啊！抓人的时阵哦，莫讲迄无欢喜的代志啦。咱即摆哦，就放互轻松，好好享受。啊，若无哦，就辜负丽玲安排啊。好，我怎样了？安怎？是抓了袂歹啦，啊，不过还未抓到重点。只要你按时的时间哦。我会让你很欢喜的，我会找到重点。身躯拢感觉足酸痛的。你若是无气嫌，我会当替你抓抓的。你敢会晓？我当然会晓，我保证，一定会让你真爽快的。好啊，安尼就让你试看卖。那你敢会用啊？抓抓的确实较轻松呢。那呢？往近后头。我之前在饭店学的啦，啊，不过拢是用来应付阮大家的啦。我无咧替人安尼做的，啊，不过应该嘛是用的。袂歹啦，真正袂歹。啊，不过老人的力头较不够，我甲你头安排一个查甫的话。这饭店哦，甲一般店店无共款啦。假使你来介意较重难的，我会当用别个好些替你做。安怎做？你先替我变乖。
安尼就绝对会用的。嗯。你也放较轻松诶。嗯。你唔好急啦咯。要若无，我已经歹做。嗯。安尼就对啊。你的身体真正有够好诶，肌肉够结实诶。今仔是要生几个哦，绝对拢无问题。哎呀，是我歹生啊，是阮某较歹有心。这真简单啊，我应该斗三工。别太超过了，是谁超过哈？你不是说要跟客户吃饭，怎么跟吃明月在吃？客户说的人身体不爽快，明月就想到可以带客户来这做 SPA， 客户都来我怎么会不来？我跟你说客户在旁边，你别太大声，会让他听到。怎么吃明月在跟你服务？是我叫他做的。夫人，会长一向拢真注意伊家己的个人隐私，无希望有任何人家认出来啊。啊，伊听讲我会晓做芳疗，唔才请我家斗三工。啊，这内面的服务生全部拢是查囡仔，伊要叫啥物人做拢唔对。上主要的是，伊今日知影了后，你会乌白想。所以伊讲，你就答应。你早就孝顺阮翁，卖讲甲吼真清白。夫人，我衫拢穿好好，有啥物无清白的啊？那是我想早你啦。你伫咧办公室叫会长打电话给你，我看甲一清二楚，搁甲甲我变。夫人，迄当阵你叫我出去，我着爱赶紧甲会长比手势，叫伊一定爱给你打电话给客户，绝对毋是你想的安尼。我是真正足单纯，伫咧替会长抓人的。可是你若不相信，我会当替你服务一遍啊！你就知影讲我是不是会晓放疗 SPA？